来到高雄的五庙市场，有一间知名的水饺摊，这里是陈家水饺大王，在地经营多年，以实在的用料和多变化的口味受到许多民众的喜爱。这里的水饺经过多次改良，最热卖的高丽菜水饺内馅采用温体猪肉，再加上新鲜的高丽菜及韭黄，吃起来清新又爽口。老板的儿子更利用自家的水饺开发出独特的无油煎饺，少油健康的概念随即在市场打开知名度。不管你想要吃水饺或是煎饺，来陈家水饺大王都可以找得到独特的美味。